当家里有个喜欢研究菜式的，哎呀，姐，难得进厨房，你别让他进来，来，咱们坐等吃就行了。来来，坐。来来来来来，继续独创菜式，扫雷。这不就是爆炒大蒜吗？就是啊，漏漏大漏特漏，大蒜炒山竹。我不吃。来，我给你俩讲个道理啊，这是一颗核桃啊，这是一堆核桃。硬核玩家，你们别逼我在这么快乐的时候删你啊！我不信，你不信！哎呀，姐姐，你看你在厨房待了那么久，脸都出油了。正好我带了散粉，你赶快压一下。迷思你散粉，这个好像最近风挺大的。对啊，它有三种控油黑科技，防汗不拔干，粉质也很细腻，真的很好用，你试试。嗯，真的，一秒就变成雾面了，比我之前用的散粉好用多了。姐姐喜欢送你好了。嗯，那谢啦。你先吃。吃吧，你先吃。哎，要不这么着吧，我们一人先吃一口，谁先吃到蒜，谁把整盘都吃掉，怎么样？行。你是不是吃到了？没有。你是不是吃到了？没有，该你了。你是不是吃到了？这就是山竹吗？哎呀，山竹真香。你看你吃到了干什么？还有一块，该你了。你看那人痛苦的，你就是吃到了吧？肯定是你吃到了。你吃到了还是吃到了？你们都吃完了啊？可是我忘放山竹了。